GK 4-1战胜 XYG 挺进四强，这场比赛 GK 赢得还是挺轻松的，尤其是中路清风真的是越老越妖，获胜的四局比赛拿到了三次 MVP， 实在是太稳了。第一局清风选了王昭君，前期他就果断闪现大招留住了萌芽，帮助队伍打开局面，二技能对张飞的冰冻也非常精准，中期他的多次大招分割战场都做得非常好，最后一波团战清风的王昭君又冻住了两人，也彻底粉碎了 XYG 翻盘的希望。第二局 GK 选择了三消耗体系，也是死前 EDGM 拿过的，清风的沈梦溪需要做的就是铺垫伤害，这局团战爆发并不多，但 GK 总是能打出血量优势，进而拿远古生物或者是入侵野区，运营能力可见一斑。清风最亮眼的还是最后一局的嫦娥，嫦娥并不热门，但在第五局拿出来效果真不错，嫦娥玩的好不好主要看一技能的准度。这波团战清风先是一技能定住了开团的朗博，又是一个一技能定住了想要赚大的马可，遏制住了 XYG 的反扑，最后一波更是精彩， GK 上高地，清风直接闪现E3将马可打残，帮助队伍一波拿下了比赛。整场比赛来看，清风的发挥都非常稳，他2018年开始就在 GK 打职业了，现在还能维持这么高的水平，和他同期的选手已经没有太多了。再说说 XYG， 他们刚进 KPL 的时候表现非常不错，大家都觉得他们还有机会突破四强，但没想到那已经是巅峰了。 XYG 前阵子尝试过换人，一门顶替了西河，席位赛都差点输了，效果并不好，未来 XYG 的调整方向也不明确。不过对于 XYG 和大仙来说，最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，游戏内张大仙的专属拖尾即将上线了，佩戴之后会有开饭了字样，还有橘子特效，很有可能是一款绝版的拖尾，牌面十足，喜欢大仙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了。